我们谈恋爱吧。要求跟无理要求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你就答应我吧，别为难我了啊。不是，现在咱俩是谁在为难谁啊？我就知道你不会答应。千万别打脸。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想敲你脑袋而已。只是不谈恋爱而已，用不着这么暴力吧。我不会很用力的，我只是想把你的神经中枢敲到震荡。其实吧，咱俩到现在为止只见过两次面，完全不了解对方，也不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，简直太适合谈恋爱了，你觉得呢？